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今天呢我们要学习一套靠手翻子。嗯，这个靠手翻子呢是属于翻子拳当中的一种。这个相传呢在清朝河北县呢有一个姓邵的老师，他呀擅长于翻子拳。哦，后来呢被捕入狱了。入狱懂吗？啊，坐牢啊，入狱了，在狱中啊关押了很多年啊。嗯，这种情况下呢他在监狱里面还是坚持练武，但是他的两个手呢被镣铐呢铐住了。嗯，在这种情况下呀，他还是坚持研究这个拳法，拳腿的攻防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演练出了一套靠手翻子拳。嗯，靠手翻子拳呢它保留了翻子拳的特点。嗯，特别是啊又加上了一些把两个手靠在一块的攻防动作。这个名称和来历啊就是这样的。翻子拳有很多流派，很多种。这一套翻子拳啊它的风格我们理解翻子拳呢它的动作比较快速，有人说是翻子挂鞭。它的特点呢我们理解成是手中翻手，翻翻不息啊，是吧，不停的有动作，我怎么进攻你怎么防守，我怎么破你的防守再进攻啊，这里面有一个手翻手，手翻手加上腿的动作，这个呢就是翻子拳或者说是靠子翻手很重要的一个特点。哦，希望在以后的演练当中啊把这些东西呢融汇到你的练习当中去。嗯，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个第一段，我先来演练一遍你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好。预备式啊，这样动作，这样动作要求呢左脚半步离开，脚尖点地，脚尖点地，扣膝，扣脚尖，回扣脚尖，重心呢在右脚上，两个拳呢前手，是吧，明代啊唐顺之就讲过这个动作，前手如攥钱，就好像古代拿着一吊钱，右手后手如扶琴，抱着弹琴一样，前手如龙变化，动作大，是吧，后手如猛虎靠山，这个动作再来一次。好，这个动作叫预备式啊，这个膝盖微内扣，脚内扣，对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预备式啊，这样，哎，好，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这个前手一定要这样，形成这样一个动作啊，前手如攥钱，攥着一串铜钱，嗯，后手如扶琴，弹琴的意思，弹琴的意思啊，嗯，前手如游龙，后手如猛虎靠山，嗯。这个动作啊向前看人侧，对了对了对了，很好，对，我们再开始学第一动，预备式，一动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嗯，开始啊，走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对，
你坐一边，我看一下。好的。顶腿，出拳，对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转手啊，对，好，注意这个动作啊，啊，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啊，这个翻子拳讲究动作发力要脆，嗯，所谓脆呢，越放松，发力越脆，你如果这样，不对了，啊，打，放松。放松，最后一个还是放松，再来一次。注意第一个动作啊，顶腿，它的发力也是干脆。嗯。开始做啊，做。一，好的。二，好。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很好，对。我们往下学。完了以后呢，抓住，抓住，脚肘，同时插步。你看，插步同时呢，在身前画一个圆圈，啊，这样，抓住，脚肘，画一个圆圈，成马步顶肘。对，再来一次。这样，抓住，抓住，插步，脚肘，身前画一个圆，马步顶肘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弹出去，手腕发力，手腕发力，小跳步，缓步，脚转。第一段，第一段呢就到这里，注意这个动作啊，注意刚才那个，砍掌，这个完了以后，砍掌，打个手花，翻掌，打一个手花，放松手，对，放松手腕，砍掌，抓住，抓住以后呢，插步脚肘，啊，插步脚肘，在身前画一个圈，画一个圈，上步顶肘。对，抬右脚，弹右拳，对，抬右脚，小跳步，换步，脚转，这是第一段，你再做一遍我看看。嗯。从这儿，全段，做一遍我看看。慢一点做不要紧。走，顶腿，对，走，三，四。对，抓住脚肘，顶，弹拳，对，对，向后转，对，第一段就学到这里。嗯，学的还是挺快的。实际上这个拳呢，刚学的时候挺别扭，嗯，但做起来的时候就不能像你刚才那样，嗯，做起来的时候啊，就得像这样，一二一二，哒哒哒哒哒哒连起来，就对了。当然这个我们还得慢慢练啊。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二段。好，第二段呢一共有八个动作啊，这样啊，这样是吧。哎，第二段呢就是变了动作，下面我们开始学第二段的动作啊，这样，这样，我们先学脚。你看，我们还是顶腿，对，左脚顶腿啊。你看，下面的是封腿连在一块啊。完了以后呢，一二三，二三，连着走，小跳步往前走。哦。再来一次啊。你看，这样，顶，完了以后呢，一二三，三，对。这个手啊，手上的动作，你看啊，手的动作，第一项顶腿的时候，看右上方，看右上方，这样，对，不要分得太开，分开就行，啊，走，这样，
再来啊，走，下面一个动作，顶腿以后，手往上，一，这个，对，再来啊，从这儿开始，哎，一，拨开，顶腿，二，顶腿，完了之后上步，一，对，连起来做的是这样的，你看好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做，啊，一，二，三，对，再来一次啊，注意啊，三个跳步顶腿，不要往上跳，要往前走，嗯，看我啊，主要是往前走，一二三，一往前走，三，对对，不要往上跳，做一遍我看看，一二，对，再来，把手的动作加大，好，把手的动作加大，做一遍我看看，就这样，哎对，嗯，哎，一二三，对，往前。啊，连起来做一遍，做一遍我看看，走，一，走，一二，劈拳，最后一个是劈拳，劈拳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对，走，对，一二，劈，很好，下面呢？我们再来往下学，往下学啊！一，完了以后呢，脚肘，脚肘，脚肘，上步，脚肘压肘，一二，一二，对，再来，从这开始啊，脚肘，上步压肘，一二，一二，往下学啊，嗯，哎，停腿，靠一块儿，两个手，对，两个手靠一块儿。顶腿啊，靠一块，再顶腿，打个手花，对，这样，这两个动作一块做，这样，从这儿开始啊，鲤鱼脱腮，金鸡摆头，对，再来一次，嗯，一二，完了以后手靠着，转身顶肘，嘿，第二段，再来一次啊！嗯，从这儿完整来一次，一，脚肘，脚肘压肘，一二，一二，走，一，二，打完手滑，顶，好，做一遍，我看看啊，从哪儿啊？从开始，哎。从这开始，对，走，走，一二劈，对，转，上步，一二，对，一二，转身走，哼，预备式，很好，今天我们要学的内容呢就这么多，有几个主要的方法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嗯，比如说我们这个第一动是吧，打完以后啊，我打你，打完以后你冲我，打我，对，打我，打我的时候出拳，打我啊，对，打，冲的，就这个，你看啊，就这个是吧，哎哎，他这个动作一二，翻手，翻手心，你看啊，打我啊，完了以后啊，嘿，翻手心，翻手心，哎，对，再一个是防，啊，防开啊，来打我啊，哎，对，打我，对，打我，这个手啊，从下面，从下面把你的手隔住，隔开，看见没有？嗯、哎，隔开以后，这样，隔开以后，砍掌，嗯，砍哪知道吗？脖子，哎，砍脖子，对。来，打，对，对，哎，看见没有？这个，这个，砍，
所以呢，翻子拳最讲究的，特别是这个靠子翻手，哦，最讲究小动作这个它的时机运用。嗯，今天啊，我们就学到这里，啊，嗯，下面啊，请你看我从头到尾的，把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东西呢，按照正常的速度和正常的节奏演练一遍，好吧？啊，好的。老师好。你好。上次呢，我们讲了这个翻子拳它的源流，它的主要特点，技法要求是吧？比如说这个翻子拳，它的要求是脆快，动作呢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速度节奏要快，发力要脆，脆，这样这样，还有这样，还有它的腿法是顶腿啊，他的动作呢主要还是以拳法为主，上次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顶腿的特点啊。好，今天啊，我们就开始学这个靠手翻子拳的第三段。先由我来呢，把这个第三段啊给你演练一遍，你看看好吧。这就是靠手翻子的第三段，下面啊跟我学。预备式跟第一段一样，这样弓步冲拳，冲拳，对，再来。弓步弓步冲拳，收手收手的动作，脱袖，脱袖的时候啊，脱袖的时候提膝，对对，这样啊，脱袖提膝冲拳，对，再来一遍，一二三，船长船长船长跳半腿，弓步双峰贯耳，对，再来一次，一一二二三三四四，嘿，下一个动作虚步跨肘，对，做一遍我看看。对，一二三，很好，冲拳换步，双峰贯耳，虚步跨肘，对，我们往下学啊。你看啊，跨肘转压手，对，这个压手转，要画这个圆圈，二，好，你再看啊，注意啊，跨肘，要以这个肘为圆心，画一个圆，这样，一二，注意下面啊，一二，嘿，反过来，一二，一二，对，再来一遍，对，跨肘转，你要，哼，
好，对，对，好，对，好了，我们再往下学啊。哎，哎，你往下看，是这样，掌，啊，先出掌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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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了以后，压掌，左完了以后压掌，哎，再穿掌，哎，退步收手，退步收手。退步收手，劈掌，对，劈掌，对，好，再来一遍啊，再看啊，你看啊，左劈掌，你看左右劈掌，啊，看啊，来，我正面做一遍啊，你看啊，左左左穿掌劈掌，对。左穿掌劈掌，对，对，你再来一遍，劈掌，好，我们再往下学啊。嗯。你看啊，出手，哎，穿掌，初步冲拳以后，哎，你看，初步冲拳以后啊，完了以后，你看，哎，冲拳以后再压肘，压肘，哎，这个动作，打拳，打拳再上一步，对，再上一步。这个第三段动作啊，第三段动作比较少，嗯，这个要求呢也和前面不一样，你看啊，这个靠手翻，靠手翻吧，这一段靠手的动作呢比较少啊，这是一个，这样你再做一遍，我呢我再看一下好吗，你再做一遍，嗯，好了，开始。弓步冲拳，脱袖，二三，转，对，胯肘，好，很好，拧腰，好，翻掌，对，对对对，往下坐，对，对，你看，上步冲，哎，压肘，上步压肘。对，注意是顺步，注意是顺步啊。嗯。对对对，好。好，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做是白蛇吐信。你看啊，白蛇吐信这个动作，我们叫它做白蛇吐信，就像这个蛇的舌头吐出来一样。你看，这样吐出来要快。下面这个动作呢，叫白象卷鼻。对，像这个象的鼻子啊、卷过来一样。对，那个，对，啊，要注意发力啊，要用腰，手腕放松，嗯，手腕放松，出力要脆，对，好，好，下面，这就是第三段，接着我们往下学第四段，好吧？现在啊，我把这个靠子翻手拳的第四段给你演练一遍，你看一下啊，这个第四段动作是这样，从这开始，哎，这就是第四段动作啊，我们开始学吧，从这开始啊，好，你看，从这开始，哎，预备，哎，预备式，出手，哎，锁喉，对，锁喉，哎，这手要这样，锁喉，锁喉，对，再来一遍，好的，再来一遍啊，明白，出手，锁喉，上步提膝，推掌，对，再来，锁喉，锁喉，哎，掌要这样，对对对。来，上步提膝推掌，推掌。对了，往后啊，注意这个重心往后，收手推掌，哎，再掖掌。嗯。哎，好，再来一遍。下面你看我做啊。哎。你看啊，锁喉，收手推掌。
你来一遍。对。对。下面这个动作，你看，下面这个动作，两个手靠在一块儿，哎，两个手靠在一块儿，放出去，放出去，放出去以后呢，往回拉，哎，往回拉，放出去以后往回拉，对，再来啊，放出去，回来，对，来，放出去，往回拉。哎，完了以后上步，走。对了，对，再来，这样啊，合起，哎，靠在一块儿，放出去，往回拉，回来推，弓步，来一遍。对，放出去，拉回来，推，对。哎，你看这个手这样推，对，好，很好。哎，来，再来，来，这个手要这样，哎，放出去，往回拉，走，好。哎，我们接着往下，往下学，你看，哎，往下学，哎，两个手靠在一块，打手花，打手花，对，两个手靠在一块打手花，抬头，顶肘，哎。左脚在后，你看啊，哎，抬头，顶肘，然后上步压肘打手花，上步上步压肘，对，再来一次，来，一二，走，对，往上，哎，上步压肘，上步压肘，注意最后一个动作啊。两个手分开，两个手分开，上步夹肘，对，夹，再来啊，这样啊，分开，上步夹，对，再来啊，注意这个肘部发力啊，哎，哎，一二，发力夹，对，好。下面啊，我们把这个后半段合起来呢，我们合起来演练一遍。对，走，往上，往下，好，好，今天我们学的动作就这么多。下面呢，我们把几个主要动作从方法上呢解释一下。啊，这样啊，你看刚才我们在学的动作里面有一个叫白蛇吐信，另一个动作呢叫白象卷鼻，是吧？你看这两个动作在使用的方法上呢是这样的，这样，你来打我，对，我这个手防开，用这个手打你，你架，对了，很好，架完了以后呢怎么？架完了以后啊，我用一个手压着你的两个手。啊，下一个呢，就是上手穿喉，知道吧？哎，穿喉。我们再来一遍啊。架住。往下一压，穿喉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好的，架住。这个手，注意这个手在下面，抓住了。往后拉，抓住，往后拉。劈掌。你看，最后这个动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吗？是吧？来，穿喉，接啊，抓住，劈掌，这个劈掌劈什么地方呢？劈脖子。哎，就这样往下劈。这个动作发力也要脆。我们再来一下。好，现在你来打我。哎，走，上下压住了，赶紧架，赶紧架。哎，走，劈。哎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那么第二个动作呢，叫做怀中抱月。你看这个动作是这样，哎，刚才我们在演练的时候啊，这个动作的幅度啊是相当大，这实际上呢，为了演练的需要，
啊，实际上这个动作呢是这样用的，哎，你打我，打打，来再打，对，再来打，嘿，我抓住，哎，我抓住你这个手之后，抓住你这手，来再来，我抓住你这个手之后呢，会怎么样？哎，我往怀里面拽，哎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往后缩。对，再来啊，你看啊，这样抓住，往后拉，我抓住你，你得往后躲，我顺着你躲的这个劲儿，我就发力。对，就是这个动作，抓住，往后拉，顺着你这个往后躲的这个劲儿，这个地方你看，这个地方发力发在什么地方呢？挑腰，哎，好，再来，我来打你啊，哎，你看啊，打你，抓住，往后拉，对，这个地方我得躲，你顺着我躲的这个劲儿，哎，推，哎哎，对。哎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一个动作。现在我们把今天所学的这个东西啊，我们再复习一遍。现在呢，我们先复习第三段。哎，准备试。好，你来做。好，准备试。拳，脱袖。对，对，好的。上步，双风管儿。胯。对。一二，拧腰。对。一二。对，啊，刚才做的，对，白蛇吐信，哎，白象卷鼻，对，架压肘，对，上步，好，第四段，上步锁喉，对，提膝推掌，对，注意，来，注意这个爪，好，怀中抱月，对，顶肘。压肘，胯，好的，好，立正，很好。现在啊，我们仅仅是把这个动作呢，全部学会了。但是要把这个动作做得熟练，准确，做得这质量要高。这个就是要经常的去练习它。翻子拳呢，不仅仅是个练习的问题，还要动脑子。这个。你比方说一拳一掌，哎，一腿，在攻防上面怎么样去解释它，怎么样去使用它，只有使用好了以后啊，你才能够真正的掌握靠手翻子拳的精髓啊。今天我们课就上到这儿，下面啊，我就把这个整套的靠手翻子拳从头到尾的给你来演示一遍，你注意看我的动作啊，哎。